经查，张一贤是以自备的螺丝起子拆卸了六处的交通号志杆、四处的路灯杆，共计十处之灯箱孔盖，并在拆卸后将孔盖丢弃在路旁。目前查并无窃取公物变卖金钱的犯行。全案讯后依毁损公物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。